想问一下冰玉，其实你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呢认识 SNE？其实跟 SNE 的渊源还蛮长的，因为我记得在我college 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姐姐的一个朋友，因为她是美容师，所以那时候她就介绍我姐姐吃，刚好那时候我的皮肤状况那些都还蛮差的，因为就是那个叫什么青春期嘛，就很容易长痘痘。每个人应该都会度过这个青春期。对对对，然后就非常的痛苦，因为以前没有这些保养的知识，所以就一直在不断的找那些产品。那时候我姐姐就介绍我认识，但是过后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震撼的场面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分销商，所以就变成说吃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停止。但是又机缘巧合之下呢，就是又再认识回这个产品，所以那时候呢就觉得说，哎，终于找回这个产品，那也代表了 SNE 就越开越多的分行，越来越多的经销商，对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。没错，而且我们的童冰玉呢，一直呢都有在服用 SNE 的产品。想问一下冰玉，你都是服用哪一些 SNE 的产品？我其实呢最一定服用的就是那个天地精华，对，因为那个真的是对你所有的身体的保养和调理都非常的好。对，因为像冰玉很常拍戏，一定就是要熬夜，就是难免的，对不对？不是难免，是必须。可是偶尔可能还是可以调一下，就是早一点回家这样子。对，就真的那个几率会非常的少。对，而且呢，就是丽肤，我相信是每一个女生，尤其是每一个爱保养的、爱漂亮的人吧，应该不是男生女生，男生都很爱漂亮的吧。现在男生越来越会保养了。对，我想呢，这个丽肤呢，对童冰玉小姐呢，肯定是爱不释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在这个没记错的话，是2006年这个凤凰卫视马来西亚中华环球小姐冠军之外呢，她还荣获完美肌肤奖啊！谢谢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个丽肤呢，肯定是她最爱的、超棒的一个产品，因为皮肤是最难保养的，真的。对。然后呢，其实我最近因为我在中国拍戏的时候就不敢服用，因为他们要我增肥，真的是胖了5公斤。然后而且我每一次胖呢最明显，因为我的脸 OK 一定会，而且这个就是那个制作单位要的效果，所以就变成说，而且在那么寒冷的天气，你突然间胖突然间瘦，那很容易皮肤就会产生那个stretch mark。 对，所以其实那时候就只能够一直在吃那个肌肤的保养，那回到来之后，现在是可以奉旨瘦身的时候，所以现在又在拼命的服用。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有效，因为我回来来到现在应该没有超过一个星期，但是至少我觉得脸是最明显的，已经有瘦下来，当然还没有达到之前那个效果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效果超快，所以我也没有太担心这个问题。对，那当然也希望呢，冰玉在接下来的时候呢，可以把这个产品可以介绍给更多可能是冰玉的身边的朋友啦， 对不对？一些艺人朋友啊，或者是一些反正就是爱美的人士都应该要服用。冰玉问一下呢，我们给我们 SNE 产品什么样的评价呢？我觉得它是一个爱美人士的救星。当然，我相信现在的每一个人呢，除了爱美之外，还要健康。那要怎么健康的瘦身？要怎么美的健康？然后美的靓丽？我觉得 SNE 的产品真的棒了很多。对，我们要再一次感谢 SNE 这个产品的诞生啊！谢谢两位，谢谢，好，再一次谢谢。